我感觉这个好像有点我在戏里吞。枫叶红啊？不是。你가날싫어해하는걸알아나는선해。那再下一个，说出对方拍戏的一个小习惯或小特点。小习惯，每次拍完戏休息的时候，你会看看剧本，打打游戏。就是我说一个你的啊，就是我发现你有个口头禅，就是我老是跟你说，可能就是比较搞笑一点，或者我搞笑一点，你就会说超搞笑哦，这个人超搞笑。有可能。可能。好。好，三。